老师你好，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关系，然后我就没有工作了，然后最近在家里开实况以及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，想来这边询问一下这个事业，然后寻求一下答案。OK， 所以你今天是想要问，就是在疫情的过程中，就是你的事业直播影片的这一个未来的方向是对，大概会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集气，在心中再默念一次这个问题，好吗？好，一起对宇宙做一个感应。好，我的频道是 TEEMO 20436，然后我的 YouTube 频道是这个菲尔旧菲尔乐。那大家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在观看影片的观众朋友们，请跟着我们一起心中默念，如果你觉得在解牌的过程中有 match 到你的话，代表这也是宇宙想要告诉你的一个资讯。对，那大家别忘了订阅菲尔乐团菲尔 joke 这个影片，记得点一下小铃铛好吗？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解牌了。好，那你切一下牌。好，好了。 OK，心中默念你的问题，然后凭直觉选出一张牌。好，好，那说一下你看到这张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它是企业者龙头，企业者龙的精英，荣耀的王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其实它九九里面它代表的象征的意义是归零，可是它在它是归零，可是它在归零，不是大归零，不然我觉得就是归零。好，谢谢，下面一位。耶，大师。大哥你好，我想问我最近的感情事。感情事是吗？最近想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最近呢感情不太顺，想询问一下到底是为什么。好，正常不是应该先给客人洗牌吗？哦，不用，大哥不用。你是不是在搞我？没有，小孩子在洗牌，大哥不需要。也是啊。心中默念你的问题，然后直接凭直觉再抽一张牌。怎么有张脸？大哥，你看到这张牌，你觉得他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开大，不对，难道是 BCMG 我开大？开大了。他是大佬的，没错，就是在我们大佬游戏里面他是最大的。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他跟其他牌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他这有一个哈特里的，他象征是你逆位了，你懂？所以他逆位的意思就是会跟原本的意思是相反。所以其实你的老位是大佬里面最小的，最小的。大师你好。你好。就是我最近想问一下关于工作的部分，能不能接到更多的案子？对。想要问一下2020年的工作方向，这样。好好，那你就直接默念问题，然后抽一张牌。这张哦，确定吗？有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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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变。切！但是这个的意思是……没事，你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我听你，我听你，再抽一张，再抽一张，再抽一张，这两张不要开，再抽一张，就这张喽。冷冻销售，请出去。哦，就没有工作。继续。如果你愿意，浪漫丢可教你。浪漫丢可教你爱的火花。浪漫途径。哎，有像有像有像。是一个丑逼呢。好笑。